35岁重选人生，这得有多大的勇气和魄力？根据凤凰 Weekly 的报道，6月5号，清华学霸16年后再次报考清华的消息冲上热搜。有网友质疑，这是浪费教育资源呢，挤占年轻人的机会啊。也有网友表示肯定，年龄不该成为限制，任何时候追梦都不晚。据悉，该考生2008年以695分的好成绩考入清华数理基础科学实验班。18岁的他梦想学医，因为家庭条件不好，无奈放弃。毕业多年以后，他通过自己的奋斗，在哈尔滨、北京都买有房。房子也攒了一笔钱，可以兼顾家庭。如今他想圆了自己学医的梦，觉得在35岁的年纪还是可以重启人生的。于是，在考前100天开始备考，目标设在700分。他表示，已经做好了未来10年没有收入的准备，就算失败也没有什么损失。这10年继续挣钱也不快乐。咱们就说，这样的人才是人间清醒。他在缺钱的时候选择先挣钱，他在挣到钱以后选择继续追梦。只要合法合规，就无可厚非。成年人不都流行把自己重新养一遍？真的很酷哎！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考生都能够梦想成真。